我又没有说我要离开台湾，台湾是我家，又不是你家。哎呀，你写的讥笑哟。台湾哦，有那个力量站出来，勇敢的讲说爱台湾的站在这里啦，不是在那里乱哈啦。哎，宪哥，不好意思问一下，说之前有说要去大陆发展，现在还有一个方向吗？野火金星的那一天的那个，哎，那个 TVB 在哪里？还要我再骂一次吗？不用啊，我刚好在台上就屌他们，我说 TVB 阿里基玛姐的公三咪小朋友，大家都在联访。啊！只有他们写说吴宗宪爆要离开台湾，我、哦、靠，神经病啊！我是告诉你，我成都要录影，我东方卫视要录影，结果野火金星的那个尾牙，那 TVB 的长官刚好坐在底下，我说：哎，你们 TVB 的记者的水准能不能增加一点啊？我又没有说我要离开台湾，台湾是我家，又不是你家。哎呀，你写的讥笑哟。台湾哦，有那个力量站出来，勇敢的讲说爱台湾的站在这里啦，不是在那里乱哈啦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家的最没有用的路西派，也是毕业的隔天，通通回来台湾啦、啊。有哪一个不是在台湾的？我在留在这里陪伴所有人，好吗？我缴税也在台湾啦、啊，我当兵在金门呢、欸。请问你们在哪里？我在马山呢、啊，马山喊话站游泳就到厦门那个地方啊。对不对啊？我是野战部队，只是后来外调义工队而已，对不对？但是也搬过石头的。然后我受教育都在台湾，有谁可以说我们不爱国吗？台湾是我们的，我们是永远的小老百姓，这个非常重要，好不好？阿内加奇爱台湾。那宪哥，宪哥之前会考虑去那边加盟什么教育？啊，去哪里？可能就会去那里发展事业，创业的加盟店。中国大陆。中国大陆我本来就有公司啊，海豚吸尘器啊，我们全中国的省份，每一个省份都有，北京有两还是三个啊，厦门啊，福州啊，成都啊，重庆啊，大连，青岛啊，大概都有，上海有四个工作站啊，分公司啊都有，好不好？也会到那边去做直播带货，好玩嘛、啊。